云林县有一名薛姓鱼贩，他鳗鱼60万所得，因为发霉而变黑的这个钞票凝成了纸浆糊，透过了鉴识检验之后，目前是救回了46,000块钱。 上个月，云林一位薛姓鱼贩，他说妈妈把他鳗鱼超过60万的钱用塑胶袋装着，藏在家里走廊隐秘的地方。但却因为严重避癌太潮湿，加上这个过年打扫冲到水，导致这个钞票全都受潮发霉结成块哦，很怕说这个钱因为这样全都没了。但上个月发现时，已经是隔了一年的时间了。但现在传出好消息哦，透过调查局的鉴识人员，他们把 受潮的钞票一张一张分离来拼凑，现在恢复原本的样子，目前确定救回46,000块钱。那这对母子日前收到新钞时，不停说很开心，很开心哦。 不过调查局这边表示，钞票保存不当，即便透过鉴定之后有机会救回部分的钱，不过手续真的相当费时，还是希望民众可以妥善保存。